嗨呀，Welcome to Bangkok。我现在人在 Bangkok， 然后后面呢就是 Jasmine。啊，我们终于出国了，终于了，真的是隔三四年，一次出国是去 New York， 然后也是因为工作，那时候是 for Longchamp 的，然后这一次来呢，我是 for Prada 的 fragrance 呀。算两个礼拜之前决定了，然后今天就一起飞过来了。So Jasmine 就是负责来帮我拍 video。刚到十二点多，刚到 check in 这个 Holiday Inn Hotel 是非常 OG 的 hotel。So 后面就是这样子，就没有来拍 tour， 因为我觉得蛮普通的呀。Yeah.Then 我们今天工作完过后，其实我们有 extend 我们的 stay， 所以我们明天会 check out， 然后 check in 我们一个 boutique hotel， 是我在网上小红书看到，然后就 book 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先去吃东西，等一下那个 event 差不多六点多，所以差不多四点多要准备，所以我想说打算随便吃一吃，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就去今晚的那个 event 在那个欧洲 Bangkok， 所以那个 hotel 是在 The Standard。 其实 The Standard 真的很美，我本来要住那个 The Standard， 可是很贵，它一晚大概1400块，我觉得太贵了。它其实真的是没有工作，然后只是单纯来玩的时候然后再住。 OK， 先选东西吃。 OK， 我们无意中走到了来这个Central Embassy， 上到这个 Open House 这个地方很漂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过。那刚才那个是 Paris Mickey。 OK， 现在我们要往我们的 Easy Buddy 这边。我好饿哦， Jasmine 说好吃，Let me try。 它是属于比较 modern 一点的泰国餐吧。Modern Thai fusion。Modern Thai， 所以它可以另外加 topping 这个东西的。OK， 这个很 cute 的这一个咖啡，其实它看起来就是不正宗的泰国餐。Let me try 好不好？那牛肉有点甜甜这样，然后还有这个蛋，这蛋其实是鸭蛋，很大力的蛋黄。我们看一下美美的这个，还没 try 啊。会辣一点。就好像在印尼餐喝的那个可辣诺可辣吧，something like this，酸酸的，其实好喝。我在 KL 喝的。 OK， 我跟你讲。为了要美的 content 是要付出咯，是不是？
对，我们两个也同意，我们没有 complain， 我们很乐意的去做，说现在在等东西刚过。很开放的，我们来到了这一个地方，就是为了这个电话亭。我们来到了这一个街头，其实是好像很多那种外国人的吧，其实是有点小危险的。我就是为了这个电话亭来到这里，要特地进去里面喝一杯饮料，就是为了这个 last scene。Oh my god！ 很 I don't know what am I doing？ 我们好久都没有这样子了，真的。自从我们那时候四年前去 New York， 我就一直 不停的 create 那种自己劳累积的 content， 说、so, 我们这次也一样吧 ，OK， 很开心，不 touch 没吗 ？OK 了。不小心来到这个吧，而且这个厕所我真的是傻眼，太漂亮了 ，like so fucking fine， 真的是太漂亮了。来这里拍东西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是完全在 KL 找不到的。这个地方真是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宝，耶 ！Making out，Let's go。Good morning, beautiful people， 美丽的你们，早安。今天我非常非常的 cute。绑了个小尾巴，穿了粉色，为了搭我的粉色的伞吧。这个伞吧是我朋友在日本买回来送我的手臂。其实我找了 pink color 的这个伞吧很久，可是很难买到。因为如果你在网上买，都是那种翻倍的价钱。说这个是直接是 retail price， 在日本买的 ，limited edition in Japan。Let me show you。这边很乱不美， but the 厕所 is cute， the toilet is cute。 我喜欢它的这一个 top green color， 来快点卷卷看， it's cute。 OK， 看不到，噔，它的洗澡的地方也是很 cute， aesthetic 一点。 OK， so 目前为止房间就是这样子啦，说真的是不错，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可以住，而且不贵。我在一个星期之前订，两个晚上大概700多块而已，地点就好。我们刚刚进来给的钱没问到，我点了 level 4辣，他点了微辣吧，然后我们的 number 是11，大概等30分钟，这里也不会等太久。其实这一家是我跟他在 YouTube 看到一个大胃王，新加坡的那个，他就是破晓这一个 video， 我感觉很好吃，因为他讲说我们来泰国一定要吃这个，可是呀，我们两个 cannot make it 一起来，所以我自己先来，我自己先吃，哈哈，超酷，哎，我好期待，超美的，然后这个很赞，呀 ，Let's try。还可以啊，给你们看我今天，真的，我今天穿这个裙子给你们讲。
路好像格格这样子，你懂吗？真是不能走大步，然后我掀开那个裙拿高，我才可以这样子走。OK， 我们讲一下刚才 rating， 一到五你给多少个 rating？ 我那个啪啪啪哦，给八分吧，一到五分啊，我讲。我给四分吧。四分啊？但为什么？你那个一分太辣。太辣了， okay. 折磨了我。我是觉得嘞，真的是五分，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吃泡泡泡的人。但我不是怎么喜欢吃饭，可是我觉得说整体来讲真的很好吃，虽然我选的辣度是那个辣味会盖过那个猪肉一点点啊，反正 overall 是真的很好吃，加上那个蛋，我觉得是鸭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呀，你们来到泰国一定要 try。走了十分钟的路，哇，热死我们了！泰国的天气真的很热，现在来到了这个 Akin， so beautiful。就是因为昨天喝到那一个 Forever Hungry Orange of America， 我真的是爱上，所以呢，我来到这里，我看到我就点了这个，它的味道，昨天那个 Orange 呢比较多，今天的 Orange 比较少，那咖啡因比较多，所以是两个都好喝。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工作，因为 Justin 要 edit video， 我继续 edit 我的 Gummy Coming Soon Launch 的那个照片。Yeah, so,工作过一个小时，然后再睡出其他的卡。下面是咖啡，然后上面是卖一些 vintage 的二手的衣服。然后刚才我在那边的时候，直接走进来的时候，就直接上来楼上看这个二手的衣服，看我今天会挖到什么宝。首先是看到这个裤子，很好看，可是它是七分的，穿了不懂会不会胖的，让我试看看。然后还有这种小 T 恤 ，cool。我觉得要寻宝贝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你要慢慢的挖，慢慢的找，因为它是其实是没有牌子的 vintage， 所以是要慢慢的挖宝，不是每一件都好看。他叫了一个越南餐，来泰国吃越南餐。那我们来到了这个活动，有很厉害的活动部分，是 everywhere 的。来到这个地方是 Red Building， 是 Chatucha 的一个 Yeah Summer Chatucha， 是我人生第一次来 Chatucha， 第一次来，因为有
Kid 我的朋友带我来，所以就顺便来了这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是 shop 哦，那种 vintage 的 furniture， 然后一些灯啊，一些薄薄的那些东西，好好看的。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些 vintage 的东西，真的是可以来这里看。哦，看到好多 Ben Primary 在这里。欸，这里很多这种相机，其实我们可以买这种过 video 的。这里看一下，这是 quite heavy， 这个安全。哇，好 cheap， 好 video。OK， 到时候我淘了这一个相机。没来，这样那样走。蛮高高高的，就往那边走。OK， 完全是打不开的，所以我要 try 买的，去 shopping 那边买下去，然后转账可以用的话，我就是一个幸运者。OK， 不能用的话就还敢先当着 as a prop， 然后大概马币240多，很便宜 ，let's pay。OK， 所以价钱是在这里。扣了 5% 给我 5%。 We are here at Chinatown。 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们 before 要去机场的时候来吃东西。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地方叫做益生面包，哇，我看了都流口水，是整个巴豆开压的那种，说它是一个来很古老的一个店，给你们看。这个是 butter and sugar， 然后这是 egg custard。 OK， 这样来的。我刚才已经吃了那面包，超好吃，我喜欢这个 butter and sugar， my favorite。嗯，另外一个我觉得还好，但它有一点甜。其实等下我们要去咖啡喝咖啡，可是就是想开它的那个 coffee 点的那种 coffee 最好喝。Good， 这是 your favorite。This， 这个真的是它的 cake 有点。OK， 刚才我们吃了160吧，好便宜哦，马币才可能20多块呀。Yeah, good， 如果你们是一个 morning person， breakfast person， 可以来这里吃，才160吧，我吃的东西。到了这个 Croftman's Rotary， 这里我们刚才那个益生的那个 Lotti 那个面包，有一段的距离。OK， 这边是比较属于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外面真的很热很热很热 ，Oh my god！ 现在门口真的是40度的，是很低。今天我点了这个 Yuzu Americano。太美了，比刚才我们去的那个 Cupman 美很多。这个地方我完全在小红书没有看到，因为这个地方叫 Good House。太美了，快给你们看。
好喜欢这里 ，I love it 。Magic， 我到家了。啊，好累啊！你看我披头散发。回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拿 parcel。还有一大堆在下面，我还没有拿。然后我点了外卖，但等下下去拿的时候呢，再把我其他的 parcel 拿上来。So good to be home. Let's go in first.爸爸爸爸爸 ，Welcome home！ 为什么戴帽子？我没有，我没有化妆。累啊！我要食饭。我要，我要食。因为我女人啊，善变啊。